好，大家好，焦点视频麦荣耀风水学的节目时间，咁啊，荧光幕咧又见到我哋嘅麦荣耀师傅，大家好。阿师傅，上一集咧，我同你录完之后咧，咁啊，即系我哋冇开个 cam 啦，咁我同你倾咗一阵偈喎。系。咁啊，讲到有一样嘢咧，就系年尾咧，好多人祈福嘅时候咧，可能佢都会谂到嘅。系。或者佢都会听到嗰样嘢叫众生机。哦。咁啊，我同你倾偈嘅时候咧，我真系惊为天人啊！我觉得。系。你就讲咗一个比喻。做醫生的話呢，即是是吧，怎樣做得最徹底呢，就是我有病啊，我都是吃那些藥的，這樣是吧，是吧，是吧。那眾生機呢，先問先，其實眾生機是什麼來的？哦，這樣，關於你說眾生機這樣的呢，就是我們在風水學問裡面的一門的方法來的。是，我們這裡要講到眾生機，就是要講關於陰宅的問題了。嗯，陰宅為什麼我們說爺爺嫲嫲的祖墳做得好呢，我們的後人好呢，原來呢，我們要找個祖墳的地方，就找得有我們叫做有默契的地方。是，講句顯淺一點，就是那裡是有能量的地方。哦，咁我就將爺爺嫲嫲嘅骨殖啊，或者遺體擺落去，等佢咧滋潤我哋嘅骨殖。係。咁而家感應翻我哋後人，咁呢個咧就係叫做陰宅嘅力量。係。咁而家咧，我哋所謂眾生機咧嘅方法咧，就要將我哋現代嘅現在嘅人嚇，再生嘅人咧，將自己嘅 DNA。找个好地方有能量的，是，我们叫月墙，那个月墙有能量的，就摆它下去，等它滋润我们的自己的 DNA，而是感应回我们这个生日，那叫做众生机，众生机的作用呢是有很大的作用的，是可以感应一个人的这个他的DNA 感應得好了，過來當你這個人呢，自然呢樣樣都順利一點，身體好一點。有幾時呢，一個人的身體不好，或者呢，有時人家說去算命，一個師傅說他這個人不過得50歲，兩個說不過得50歲，或者十個都說不過得50歲，應該都信任他了吧，是吧，不是一個算錯，兩個十個都算錯，二十個都不覺得50歲的。這個時間呢，人就 不想那麼快死的嘛，是吧，為了延續自己的壽命呢，以前我們的前人呢都是用這個眾生機的方法，就幫他呢找一幅好的地方，即是意思呢有能量的地方，我們經常叫做默契，用顯淺來說有能量的地方，將它的 DNA 放下去，讓它滋潤 DNA 而感應它這個人，就會對它的生命有延續的。這個以前叫做壽機，不是生機，叫壽機，延續生命的壽機。哦，生機呢就喂，我就想搞好自己的身體好一點，這個生機，okay，都是有作用的。OK， 是好啦，嗱，师傅，以下落嚟咧就系今集嘅气郁啦。哦，就系呼应翻头先你嘅比喻啦。系啦，我做医生啊，我有病我都系食翻呢啲药噶咋。系啊，系啊。嗱，请起快啦。啊，究竟系咩一回事啊？啊，因为咁样，而家好多市面咧讲话众生机咁啊。咁我话众生机咧系冇问题啊，好嘅，但系咧就。在我的角度呢，樣樣都要實踐的，自己實踐的東西才能夠拿出來應用它，啊，你說喂，眾生機人人說，很多人都說眾生機怎樣種，我實踐過了，我自己都種過生機的。哇，這個是我，是喔，真是你的名字來的，師傅，是啊，這裡是前面的，我這個叫做墳墓的前面，是吧，啊啊，因為我為什麼呢，因為我認為做任何一件事，我們做風水都是，你做過這樣風水是
啱嘅，做到有好嘅，你先能夠同人做嘅。咁比如咧，你話我同你做新機咧，咁我自己都未做過嘅，唔知點嘅，話同你做，咁啊，唔知得唔得啊嘛？但係我而家自己做過，因為我呢個咧成2001年做過咯喎。係。2001年至到10多年。2001年啊？係啊。乜18年、19年？係啊，咁覺得自己咧身體暫時都可以係托賴幾好嘅，係嘛？咁因此咧係覺得呢樣嘢係有用嘅。咁師傅，你做完嗰一刻，你有冇覺得哇風雲色變，跟住自己啊精神爽利？咁啊老虎都打死幾隻有冇啊嘛？啊咁嘅呢樣嘢咧，做咗之後，嗯，就要有一段時間佢感應到噶嘛。係。咁我哋嚟呢10多年啦，咁而家咧就因為我年紀都好大啦，係嘛？係。咁而家可以啊，我全國都周圍走嘅，過幾日又要去上大陸啊。係。咁啊，周圍走咧，仲可以行得直咧，走得托賴啦。咁啊，故此咧，我做嘢咧就樣樣都要實踐。嗯。實踐個得唔得先得。係。我就比如咧，我同你做新機，但係咧我自己都未做過嘅。係。咁唔知得唔得啊？有懷疑噶，但係我自己做過咧，咦係得喎，咁先做噶嘛。我就比如啫，我係一個醫生。咁啊，你嚟睇病咧，我想開啲劑藥你食，但係我食過啲劑藥，絕對食你唔死嘅，我食過噶啦，咁先開俾你食。係。咁啊。呢、這個係比較負責啲啊嘛，係嘛？係冇錯。啊，就唔係虛虛咁講啊，啊幫你做啦，做啦咁做，得佢自己都冇實踐過嘢咧，好似就係對人不負責任嘅。咁我哋覺得係咁嘅情況啫。OK， 嗱咁師傅誒，些少又想請假啦。我見你真係做咗一個霧啦嚇。係啦，一個霧。俾嗰個眾生機啊，即係寫咗你自己個名啦。係啦。咁我想請教，其實揾呢啲位咧，係咪都好困難㗎？即係要揾個靚嘅月喎。哦，呢個咧真係困難到極啦。嗯。因為現在咧，啲土地係好困難嘅，啊，周圍都係發展。係。你要揾一個好嘅地方咧，唔係咁容易。是很困難，如果你真的找個成立做眾生機的職，等於韓國要找個地方遷都那麼困難的。因為呢，你如果找到比較近發展區的，比如珠三角附近這些地方呢，你今年整得很好，明年就沒有了，推就沒有了，是吧？是。因此呢，這個呢都是要花很長的時間，因為通山跑來跑去才找到好的地方。那你需不需要買地的？啊，咁當時咧都要噶，都要付出多少噶？因為而家你知啦，啊，我哋有得國內嘅啫，啲地都係嚇。咁啊，啲老百姓都會知道你做啲嘢都要攞啲錢嘅，呢個就哦，係噶，要噶。OK， 哇，因為師傅你親身經歷咧，咁啊講出嚟咧，我覺得個趣味性係非常之高啊。OK， 咁我想請教啦，眾生機。有冇話個限期係幾耐㗎？即係係咪都直至到嗰個人士係離開嗰一刻嘅咧？冇限期嘅，如果離開嗰一刻嘅做到佢都可以嘅。即係呢、這個你個 DNA 擺咗落去咧，就唔需要起翻佢上嚟嘅。只要嗰度附近冇破壞佢，冇人破壞你啲嘢，你就唔需要理會佢。當然你破壞佢咧，會影響你自己咯，係嘛？因此咧。是咁困難揾個地，你要揾得比較深山嘅，係可以講係幾十年你都唔會發展嘅地方先能夠做落去噶嘛。係，咁啊大鑊，咁啊嘢可能遲啲再咁樣發展，你知啦，我係中國係嘛，發展得咁高速，咁啊嘢遲啲咪要去到亞馬遜森林嗰度去揾。咁啊唔係，我哋而家咧國內好多。比較深的一個地方咧，啲山區咧仲有排先發展到嘅，係嘛？珠三角啊呢度啦，發展就好快。Okay. 都你都要一定要揾得比較好深山嘅地方，仲、okay. 要計算過係最少有幾十年都冇發展嘅先做噶啦。嗯 ，OK， 好啦，嗱，咁今集嘅時間咧，我覺得我可以暫時問到呢一度。眾生機始終呢一個嘅話題咧，我覺得都非常之有趣。係。係啦，咁啊，下一集咧，我調翻轉頭，我想問下師傅啊，新一年一個新嘅希望啦。係。好多人咧，可能佢亦都喺工作上有一個新嘅目標。係。有啲人咧，佢直情佢想就係我唔撈啦，下年我創業。
啊。OK， 咁啊喺呢一個話題上，我覺得我一定要請教師傅喺玄學嘅角度去分析呢樣嘢。哦，好啊。好，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到，我哋多謝麥榮耀師傅。好，拜拜。Bye bye